看看新闻网。小彩旗同学就明显向韩寒取过经了，一身黑衣走出机场，但是竟然还是被发现了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发现镜头对准自己，小彩旗马上告诉身边的妈妈，并且从包里拿出墨镜戴上。但是戴上墨镜，摄像大哥也还是认得你呀。要想别人认不出，还是要再低调。